泛联络了深圳、香港、澳门三地的设计行业协会，在文创还有设计科普方面做得比较好的一些代表性的学校，反响还是很热烈的。青年的培养、青少年的成长也很重要，他们是未来，这些人才成长起来了，我们的设计产业、创意产业也就有了一个坚实的基础。我觉得这次比赛更多的是粤港澳这三个地区建立关系的一个纽带吧，能够让三个地区的学生拥有更多不同元素的交流，去分享自己对于设计、对于艺术的心得和看法。澳门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呢，就是大家可能想法就比较天马行空一点，特别是小朋友，我们更希望呢能够通过这个平台呢，能让他们找到一些未来他们想要发展的一个方向。